里塞塞大头娃娃、造型小丑、舞龙舞狮，还有土地公、土地婆带来劲歌热舞。新丰重新社区20位，平均年龄都有60岁以上的婆婆妈妈，演出幸福快乐村歌舞剧。不仅 DIY 服装道具，剧情更加入钓鱼捕鱼景象，充分展现新丰沿海的渔村生活。而精彩的表现受评审青睐，夺得第一名，抱回30万奖金。所以团队精神，我们凭良心讲，非常的感动。这个荣誉得来不易，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老师，好，我们全班大家都共同的努力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1、2、3，还有我们的理事长。失恋整齐划一的旗帜，还有画上水汪汪大眼的肚皮舞，活灵活现的演出成为全场焦点。相邻社区阿公阿婆动起来，卖力扭腰摆臀，一举手一投足浑身都是劲。一边头戴高高的厨师帽，一边则是俏皮女厨娘。湖口人士社区又活力四射的舞蹈，教导大家如何吃得健康，更穿插口白推销湖口特色美食，每个动作表情都超到位。这两个社区充满精神的演出分别获得第2、第3名，县长邱进淳也亲自颁发环保奖杯给予鼓励。每一个团体有参加，阿嬷阿公啊都粉墨登场，所以呢在这情形之下，就代表的我们整个的社区已经活化的种子已经种下去。打造健康城市社区健康活力大赛，经过3个半月的激烈竞争，进入决赛队伍有32队，每个队员都使出浑身解数，发挥创意，展现最有活力的一面。县府团队感谢乡亲的大力支持，让活动圆满落幕。